嘉义县政府首度携手连锁超商，设置嘉义优先水产专区，正式启动超商冷冻生鲜到店服务。消费者只要在超商嘉义优先专区来选购，各式水产就会从产地直接配送到指定门市，民众可以24小时随时到店取货，相当便利。嘉义县我们这些业者基本上都是嘉义县政府严选，那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年轻，实际上都是第二代。那或者是带有新观念养殖的，或者是加工的这些业者，那我们嘉义县是全国第二大水产专区，那一年大概生产5.5万公吨左右的水产品。这我们跟全家合作店到店那只要你在好生动商城里下单，那我们的业者就会到全家便利商店，然后把货品寄上去以后，到你那个要的地方的这个便利商店，那你就可以去取货，所以非常的简单。为了强调最新鲜的美味，县长翁章良化身总护师小帮手，与主厨搭配出好料，搭配民雄产的凤梨洛梨，端出在家也适合做的简单创意料理。搭配虾子就是芒果虾，然后我们搭配的酱料的话，我们会是用泰式的四拉沙酱，哦，就是酸酸辣辣的酱料。哇，这样子很清爽哎！玉米笋，好。再过一个月就是中秋节，嘉义优先水产专区即日起到9月10日间，提供18组中秋优惠组合水产，原价1500元的组合，现在下单就有8折的优惠。业者加码前100组订购，就送虱目鱼土鸡高汤，欢迎民众上网选购。记者黄培采访报道。